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中国南方流传着一个凄美而动人的爱情故事。活泼好动的女孩祝英台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，便女扮男装到西湖边的万松书院求学，途中遇上了青年学子梁山伯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志趣相投，便结拜兄弟一同前往。到了书院，他们朝夕相处，形影不离，情同手足。慢慢的，英台对性情忠厚有正义感的山伯产生了爱慕之情。三年后，英台回家，山伯十八里相送，路上桃李花开，蝶恋花香。英台不断用各种各样的暗示向山伯表白自己的女儿情怀，可忠厚淳朴的山伯始终不解其故。英台无奈，就称家中有位小九妹品貌与自己相似，愿替山伯做媒。春去秋来，英台倚栏相望，可是山伯家贫，未能及时来住家求婚。英台的父亲已将英台许配给他人。一天，山伯终于来到祝家求婚，得知小九妹就是同窗好友祝英台，他惊喜万分。但得知英台即将出嫁，他痛心万分，从此一病不起，不久便离开了人世。英台要出嫁了，途经山伯的埋骨处，他悲痛欲绝。突然风雨雷电大作，坟墓爆裂，英台毅然地纵身跃入坟中，墓门悄然地合拢。这时雨过天晴，彩虹高挂在天空，一双形影不离的蝴蝶从墓中飞出，这就是梁祝的化身，他们迎着春风雨露，在人间自由自在地飞舞。碧草青青花盛开，彩蝶双双久徘徊，千古传颂深深爱，山伯永恋祝英台。